这样。所以每次他问我说，哎，黄璇你要不要抓个头发，我说不用，就这样吧，因为都会变成这样。然后刚刚那两首歌是我们在大学时候的创作，哎，他还在大学里，对，在大学的时候的创作。哎，其实他们两个都还在，对，就是学生嘛，不外乎课业跟感情。第一首歌就是书念不完的歌，周休八日，混了八天啊，一个礼拜，然后混了八天。然后第二首就是 Miss Lai， 就讲感情的不顺遂，至于为什么呢？问他，虽然他现在很顺遂。好，这首歌就讲人生大道理。爱就从不曾停息，两个手手指握着自己的往前一个，化身过后的结果，只剩无端的放松。我想决心找到一个答案，相爱就是如此的赤裸。纵然你再次发现，已经有被打晕到。的清醒，其实告诉我该往哪去。我见你盲目的亲近我，只是一次怀疑，怀疑咱们有什么目的？但总是看不出所以。我下定决心找到一个答案，不想到最初次的赤裸。纵然你再次发现，也将被打晕到地图说。当我看穿了陷阱，全景都不是一场游戏。
记得讲，谢谢大家。